早安，好，不太有精神哎，是没有睡饱吗？大家早安。OK，OK 啊，我后面呢会讲中文，可是我 slide 大部分因为现场有些外国朋友会用英文啊，我会用英文跟外国朋友讲一下哈。OK，I will speak in Chinese and I try to have my slides in English as most as possible. OK，so please bear with me and the next speaker.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ference. OK, 好，那我们开始。那 Cost Cup 是2006年由三位志工开始组织的哈。那到现在是2011年第六届。OK, 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让 Open Source 的社群呢，每年至少有一个场合可以互相聚会，了解一下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事，看看朋友最近怎么样了。好，所以。就是以聚会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在聚会过程中要 have fun， 要好玩啊，不可以是，我们非常不希望在 Cost Cup 大家是一个冷冷冰冰的，只讲技术的啊，一点欢乐都没有的一个场合，所以大家尽量要找机会，找方法让自己快乐起来啊。那06年呢，大概是150人哈、啊、来参加这个会议，到了今年2011年，我们工作人员就快要到150人了啊。OK。那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这个办这个场办这个会议需要总是需要一些钱哈。那这钱哪里来呢？这2006年的时候，我们还有办绿，我们还有请美女来抬着募款箱哈，请那个与会者来帮忙捐一点钱。那这么多年来呢，现在已经不太需要了啊。我们有足够的那个赞助商可以支付我们所有的经费，所以大家要谢谢他们。好，那当然2006年我们有一个重要赞助商是资策会。啊，没有他资助了我们大约70%几的经费，我们那年是办不起来的。那没有第一年，就不会有第二年，当然就不会有现在。OK， 今年的演讲，我们今年破天荒的有四场 keynote 哈，往年大概就是一场或两场，今年有四场 keynote， 包括由 David 来讲 Arduino， 他是 Arduino 的 project 的共同创办人啊，所以算是非常重量级的演讲。那大家待会就会听到他的演讲。那以及另外我们的钻石级赞助商 Intel、Xerox Lab 跟 HTC 各会讲一场大会演讲啊，那分别在今天下午、明天早上跟明天下午。OK， 那我们有12场邀请来的演讲哈，由这些讲者，那从 GNOME Foundation、从 KDE、从 OESF 好，这是一个 Embedded 的 Software 的 Foundation， 然后从 The Linux Weekly News。好，从Mozilla Foundation， 从 Google， 好来 ，OK， 那从赞助商也给了八场演讲，好，那我就不一一念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一共有29个时段给大家投稿，那今年的投稿量一共有60篇，所以我们现在的接受度不小心破了50%，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碰到一个难题哈，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已经不足以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他想要讲的东西，所以呢，今年的这个议程委员会呢，非常的辛苦，在决定要到底让哪一些演讲可以被接受的过程之中，砍这个也不对，砍那个也不对啊，一柱之汗非常之多。OK， 好，再做一个总结，今年有四场 keynote 演讲，还有49场的一般演讲。OK， 好，那分成了12个不同的主题，啊，那大家可以去议程网站上看。那一共把它分成第一天四轨，第二天三轨啊，哎，为什么两天的轨数不一样？好，这就是为了因应今年这个接受率太低的问题啊。我们今年特别办了 On Conference 啊，也就是说第二天呢，除了三个事先排好的议程以外，还有一轨呢在四楼的交易厅，是不事先安排任何演讲的啊。那这个 On Conference 呢？顾名思义啊，就是不研讨会啊，或者有人叫非研讨会。那我们在研讨会里面办一个不研讨会是什么呢？啊，就是呢，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讲的，好，之前没有机会啊，没有报道，或者是没有投到稿，或者说临时想起来，有什么东西其实很希望分享，请你到三楼啊，就是三楼就是哪一层楼？就是你报到那个叫二楼啊，报完到上来到三楼啊。三楼的两个会议室中间的墙有一个海报墙，有20个海报板，请到那边呢去签名，你可以你就签我是谁谁谁，我想讲什么什么。好，那然后呢，
去游说大家在你讲的在你的题目下面呢签名投票。所以呢，哪一场演讲，哪一些演讲得到最多人气的支持，那些演讲第二天，就是明天，就可以去演讲。那每一场 unconference 演讲15分钟，一天一共有14场，哦，所以我们会选14个票数较高的演讲，在明天可以登台。OK， 那这是难得机会，因为 Cost Cup 真的那个时段很有限，那很多人想要有东西想要分享，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有这个机会的话，记得尽早去把你的要讲的题目写上去。OK， 好。所以呢，决定由谁上去，就是由各位会众大家一起来决定。好，好，今年 Lightning Talk， 按照惯例都还是要有的。好，那去年 Bob 在这里的时候讲门店秀，啊，说这个闪电秀呢，没有人就闪不起，怎么闪得起来，对不对？所以是门店秀。那今年呢？因为在投稿网页上不小心多了一个选项叫做 Lightning Talk， 就是你可以勾我要投稿 Lightning Talk， 结果呢很意外，我们收到了17个人说他要来讲 Lightning Talk， 12个时段有17个人投稿。 OK， 所以呢不再是门店秀了，今年变成触电秀。好，这个字真的念触哦。好，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康熙字典有啊，重在门中。好，所以呢，今年要讲 Lightning Talk 的人非常的多。好，那所以我们议程委员会决定呢，就把这17个演讲的投稿的 Lightning Talk 就先跟他拒绝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那请大家都现场报名。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讲 Lightning Talk， 请记得也是到3楼，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海报板去签。那回到刚刚那页，对不起，对。那 Lightning Talk 呢就不看人气了，先到先赢，谁先签就是谁的。每个人有5分钟，今天下午5:30到6:00有6场，明天同一个时段再有6场。OK， 要抢时段，请尽早。OK， 好。好 ，Birds of a Feather， 今天晚上会有 Birds of a Feather 啊，所以呢，同一种羽毛的鸟呢，请飞到同一个地方去哈。我们这边只有5种，那事实上报名的呢不止5种啊，好像有10几20种啊。那这是我们的报名网站，请记得到这个网站哈，去签到，说你要参加哪一组 BOF。OK， 那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正义联盟的讨论会。好，这一组今天晚上6:30开始 BOF 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队长，就不准开始哈。好，那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清朝吧。一样啊，我今天我要看到一秒格格哦，没有看到不准开始哦。好 ，OK， 那 BOF 按照惯例啊，早起的鸟儿有什么？哎，来，早起的鸟儿有披萨吃，没错。所以呢，因为有鉴于往年哈，是披萨摆出来大家随意吃，吃完以后结果我们发现就是吃披萨的人远大于参加 BOF 的人哦。没有达成我们鼓励大家参加 BOF 的目的哦，所以今年我们稍微改变了一下，请大家记得你要在3点之前，今天下午3点之前去刚刚那个 Wiki 网站去签名，说你要参加哪个 BOF， 有签名的才有披萨。所以呢，不要成为成龙哈，你3:01再签，你还是可以参加 BOF， 可是你就没有披萨了。OK， 所以请大家记得。OK， 好，那动人的演讲是怎样的嘞？好，要产生这样的效果，来，好，必须像这样，或者要令人期待，对不对？好，那可是往年我们也会有一些糟糕的演讲啊。那糟糕的演讲长什么样嘞？啊，不是这个糟糕了哈，这是另外一种糟糕。那糟糕演讲是这个，就是上面有人在讲，下面有人在打魔兽啊，那这样。所以讲者们请稍微修饰一下自己的演讲，尽量让大家不要在下面打魔兽这样。OK， 那再来我感谢一下今年的赞助商哈。那第一个是青铜级的赞助商，那有5家，包括 Nokia、AppWorks、NovaWork 等等。那第二级是那个白银级的赞助商哈，也非常多，从这个非常婚礼，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大家阿宅什么时候可以去光顾一下这一家。我应该来不及了哦。好，可以再办一次吗？好，那
再来那个金黄金级的话，当然就很多啊，有名的厂商都在这边哈 ，KKBus、Pickerbun、Shuttle， 哦 ，Shuttle 今年是第一次来赞助啊，然后 Trend、Yahoo， 然后 Delta、Gnome Foundation 哈 ，Open Foundry， 那非常要感谢的是钻石级啊，那钻石级呢，今年有 Zerox Lab， 哇，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刚刚那个赞助商随年增长那个 Zerox Lab 的位置呢，从很下面变到中间，变到最上面哦，所以显示这个 Zerox Lab 这两年业务成长非常之好，令人雀跃。好，那今年很高兴，我们也第一次争取到 Intel 跟 HTC 的赞助。那这些黄金级跟钻石级厂商都有摊位。那钻石级厂商就在后面的门出去。好，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哈，就是有非常的非常正式吗？还是非常豪华的摊位？那当然有一个非常极简的摊位哈。那请大家多多去光顾啊，那让这些赞助商觉得说他们来这边摆摊真的有吸引到各位的注意，真的能够吸引到一些开发者或甚至使用者来对他们的产品或者他们技术有所关注啊，那他们明年后年才会再回来。那如果大家想要说我们这研讨会可以继续秉持不收费的惯例或传统的话，请大家多多去跟赞助商互动。好，谢谢。 OK，好，今年还有 item sponsor 哈，所以大家身上的这个颈带，还有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个水杯，都是赞助商所赞助的。好，然后我们今年有4家 media partner 哈，媒体伙伴，也要谢谢他们帮我们宣传。OK， 所以赞助商到这里，那再下来我要请 CC Len 上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大家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OK，CC Len。哎，好，谢谢。好，那我们感谢拼股让我们开场这样子。好，那小弟来打打杂，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要注意什么哈。然后我来试一下，听说手挥起来投影片就会变，嘿，没有，再一次，好像有哈。好，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会场的注意事项哈。那主要有三个大项，三件事情不能做。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在里面抽烟哈。然后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可以饮食。好。第三件事情就是，请不要在里面讲电话这样子，虽然收讯也不是很好哦。好，然后好，下一件事情，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所以说呢，来，我们翻一下，好，那个你的粮票有拿到吗？哈，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快点检查一下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便当呢是以这个粮票来去做那个统计跟发放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便当券的，那你可能今天中午会肚子饿。好，来下一个。好，那除了吃便当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绝对不能浪费，就是，接驳车。好，那接驳车的资讯呢，如果今天早上没有搭到，不要担心哈。那我们在每天两天的那个散会哈，然后跟第二天的那个早上都会有开接驳车。那如果想要知道时间表或什么之类的哈，那请上那个 CostCub 的 blog 哦，来 blog.costcub.org 这样子。好，再来就是议程更动哈，我们有做一些改变。好，下一张。好，那请大家参考一下这个网页哈，在 CostCub 的首页上面的议程表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电脑的话呢，可以跟隔壁的乡亲借下，然后交个朋友换个名片这样子。好 ，OK， 好，再来。好，那我来简介一下说这个要怎么用哈，就是这个议程表，看它五颜六色，很多那个圆圆啊，什么黄色、绿色、红色这样子。再按一下，好。红色那个就是呢，每个 track 就是不同主题的 call。 好，然后呢，这个每个题目呢按下去，你可以看到它的摘要。好，然后呢，在那个颜色下面有一个小小图示，好，那就会代表说这一场演讲它用的语言是什么。那应该会有英文跟华语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在行动版呢，其实也是差不多哈，以此类推。那大家很聪明，就不多讲。好，下一个。好。那今年 CostCup 呢，跟以往承袭以往，那一定我们要会有超多欢乐的活动。好，那我们今年有新的活动。好，那请大家如果有照相手机或是那个 smartphone 的话呢，看准备一下你的 QR code scanner， 等下可能会有网址需要大家拍一下这样子，跟手机有关系的。好 ，OK， 第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年的新的这个比赛，再帮我点一下。好，就是它叫 CostCup Cheese。OK， 那就是看到相机的时候呢，你就要对，我们这附近有很多人在埋伏拍照，所以看到相机的时候记得表情要做好。好 ，OK， 那请大家如果有上传那个照片到 Flickr 或是那个
Picasa 的话呢，好，那帮我们标记一下那个 Coast Cup 2011这个 tag。好，那有在这个 tag 上面的照片呢，就会直接跑到这个 Coast Cup Cheese 这个网站上面的那个河道。好，大家看了就知道。好，那我们来跟大家示范一下说，怎样的照片有可能得奖啦。好，哦，表情一定要做足。好，来下一张，这样就对了。OK， 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帮我换一下。好，那我们也是有很多的那个 social network 啊 ，Twitter、Blog， 然后铺浪 Facebook 这样子。那很欢迎大家在上面分享那个 Coast Cup 的讯息，然后让那一些没有报到名的二玩这样子。好，那再来。好，那也欢迎大家聊天，就是不要拿手机出来。那我们有提供这个 IRC 这样子，那是在 freenote.net， 然后里面的 Coast Cup Channel 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 IRC Client 的话呢，那你就是上这个 web 版，下面有个网址 webchat.freenote.net。OK， 好，那当然更鼓励大家来 share 一下，说有什么帅哥、正妹、重哪里这些事情啊，就是依照网力都要有的事情。好，再来。好，扫条码，手机准备好了吗？来。好，条码秀出来。哎，这就是我们今年的 Coast Cup Mobile App 的比赛这样子。OK， 那上这个网址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各个这个比赛的这个作品，然后还有参赛的这个规则这样子，然后还有怎样去投票。好，那投票呢，请到这个四楼摊位区哈，去找一下这个 Mobile App 的摊位。大家扫好了吗？看来还没有哦。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扫得到吗？扫得到吗？噔噔噔！我剩下20秒钟，我会被屁股杀。好吧，那如果扫不到的，直接到四楼看吧。我们就去往下走好了。好，再来呢 ，Coast Cup 一定要有东西叫圆柱体。什么圆柱体呢？来，就是叫圆柱体，圆柱体，圆柱体。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哎，就是比萨，好，披萨这个东西，好，那 BOF 刚刚叶萍也有提到，就是那个我们 BOF 早起的鸟儿才会有披萨吃这样子，那请大家准时过来吃披萨。虽然说我们今年本来好像有热情的乡亲提议说要吃汉堡王这样子，对，那我们明年可以考虑一下啦，对对对，我们可以把披萨做成1024层这样子。OK， 好，下一个闪电秀呢，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哈，然后呢？今年有人他玩踩地雷输了，所以他上来闪电秀。那究竟呢？他会上来讲什么呢？那我请大家拭目以待。应该是在今天的最后一个闪电秀的这个 speaker 呀、yeah。OK， 再来。好，如果呢你很喜欢贴贴纸，或是你买的新电脑上面都没有贴纸的话呢，请到四楼哈。看你要小扎、小卓、变色龙还是什么东西？对对对，还不知道有什么贴纸啦哈。然后都可以去那边拿。好，下一张。好，那其实刚刚蛮杂的，很多事情这样的，没办法一一跟大家交代。那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有些问题的话，请找这一些穿着这个 Coast Cup Staff 背心的这两种人哈，哎，应该是一种人呢、啊，男的女的啊，没关系，反正就是人。好，欢迎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然后来咨询这样子，有问题就问有穿背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好，还有一件事情，那当然不是由我来讲了，我们请聘股来帮大家ending 一下这样子。好，谢谢。谢谢 CCDan。这 One More Thing 好像应该已经退流行了吧？啊 ，OK， 那我们有什么 One More Thing 呢？就是在 Coast Cup 呢，40%，我们通常在讲 Coast Cup 40%跟60%是什么？大家，40%，60%。对，60%交朋友，40%听演讲。所以这40%要干什么？是 L Star Things 哈 ，L 这个 command 不是 LPR， 不是让你把东西印出来啊，这边没有印表机可以印哦。那是什么呢？你可以去 LS 东西啊，就是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对不对？你可以 LD 哈，你可以把东西 link 进来啊，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啊，把知识内化。然后你可以呢，把 link 啊 LN 东西，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呢连接起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关联，这也是知识内化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你就是要来 learn 这些东西，可这只是占40%，那剩下的60%是什么呢？好，来，要 M star friends 啊，这个 M 不是 mount 哈，不要把朋友给挂起来啊，这个不太好啊。
要 M 什么呢？来，第一个 make friends 啊，你要交新朋友。第二个，你可以 mail friends 啊，有些朋友平常只有 mail 来这边再 mail 其实不太好，最好是要能见到面的哈。还有呢，可以 merge friends， 哎 ，merge。这个你在 Linux 上面打 merge， 你 man 一下哦，就是 merge 是 three way merge 哈，所以就是呢，你的朋友跟你的朋友的朋友呢，可以跟你 merge 一下，变成都是朋友哈。啊 ，man friends 可能有点怪怪的，不要乱做啊。好，总之，40%学东西，60%交朋友。你呢，如果没有达到没有得到60分呢，你今年来 Cost Cup 就不及格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及格的回家。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开幕就到这边。好，我们开始期待我们的第一个开场主持人出现，他现在被塞在往雪隧的路上。他据说已经进到院区了，所以我们休息5分钟，他应该就会上来了。好，谢谢大家。